看一下今年院子里这些圆锥绣球，这几个品种好像是香草草莓，香草草莓的颜色开出来偏白一些。今年院子里夏天的主力就是这个圆锥绣球，每一颗圆锥绣球都开爆了。主要说它孕育花蕾的时候，那一波磷酸二烯钾非常重要，打了两次磷酸二烯钾，所以它开花每一个都开爆了。今年我们花园里面的夏天的主力军就是咱们这个圆锥绣球跟绣球，今年都开得挺好的，这颜色很典雅，秋天的时候它会上色变成粉红色，分品种啊，香草草莓这个品种就可以颜色。圆锥绣球花期特别长，看一下这花苞还在陆陆续续开，它能够从夏天开到秋天。这种香草草莓的品种秋天还会变色，粉粉的一片，好漂亮。看这一颗还在陆陆续续长花苞，开的时间好长啊，要给它浇一下水才行，这几天都比较干旱。